大家好，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现在这么几点？打烊了，正在清洁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录制好歌分享的时候，其实都是打烊后的时间，都是凌晨两三点以后。对，所以有时候哲伟如果唱得不好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今天要请到一位很会唱歌的平凡姐姐，我们请她上台。哇，谢谢，你太客气了，掌声如雷，谢谢。我头到不是说已经打烊了，怎么下面还掌声如雷？对啊，对，大家都很热情，很多还舍不得走的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平凡姐姐，我们今天要分享哪一首好歌给大家？那个行路得过，黄西田唱的吧？对不对？行路得过，对，不错，蛮轻快的哈。对，好，不错听，我们让大家听听看，谢谢。谢谢。下面的那个跳得很开心，
今天新加入的经理。真的，等一下下一集的好歌分享，你们就会见到他了。对，期待下一集的好歌分享。对对 对, 对，因为大家都很会唱。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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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都是歌手。对呀、啊，真的。你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三十二十二十个还在现场呢，都舍不得走哎，怎么办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说美乐蒂实在太棒了，让大家开心的地方，还有好友相聚的地方。谢谢大家，对、啊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欢迎大家有空要常来哦。OK，、嗯、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记得帮我们按赞，按赞，还有订阅、分享、分享，对，开启小铃铛，开启小铃铛，好，知道，好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。